好，今天开始我们的说车节目，看一下，这是豪车啊，奔驰加长版，看到没有？车牌也是好车牌，而且这还是卡宴的车，搞错了。保时捷的车，像这种车的内饰装修呢，肯定非常的豪华。我们马上看一下，不能试啊。我现在在海南1026扫黑除恶专案的现场，你们看到这些车全部是专案组扣押的，不是卖车的。你们看一下这个车牌怎么样？哇，好车牌，这车不错。车牌非常的棒。哦吼，哦吼，2008，这个涉黑团伙现在进入了公诉阶段，再给你们看一个，有点意思的。这一把关二爷专用，非常的锋利啊，造型还是不错的啊，看到没有，好东西啊，自式手枪，但是为了安全啊，膛线已经卸除，然后放保险柜了。哟，还有子弹呢！哦，这是筹码的吧？因为港片里面经常出现的。然后这些全部都是房产证，25万，还有40多万。哇，你们看这么多，还有这些卡呢？这个呢？这个也看不懂，哎，通通不识货。这应该是纯金的，你们看一下，金光闪闪的。这张抓捕黑老大的照片成为了经典。是，你没台词吗？这个应该叫玉白菜吧？这个癞蛤蟆，这个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表啊？你不懂的，一律按劳力士处理啊。这是象牙啊！哇，这辈子都没见过，我以为是玉呢。好，还有这个玉啊，这个玉我告诉你叫什么玉？人生如意，你看到没有？凉了吧？人生不如意了，色黑色。肯定凉凉，这个拉菲啊，哎呦，不能拿，等一下摔了，买不起啊。来看一下了，1768年的拉菲，喝一口，一年工资好像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叫路易13啊。然后这个是黑的，这个是游离了，像这么大，最起码得50年以上的树。涉案金额是25.2。不是万，是亿，还不错哦。大家看到的是1026扫黑除恶专案的涉案财务的展示会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